所以讲这个第二摆就多刀哦，是，你若无第二想要食，你都无食到真正上好的土豆，食到上好的土豆一定是食到爱到不是熟，爱不是熟以外，嘴巴这个口齿留香，你嘛很干饱，所以一粒对一粒，你食偌济你都时阵都袂记，所以煮先买一罐啦吼，来规个会看了电视，啊啉这茶吼，一罐都食了了，这就是啊我今日讲的这个土豆哦。会足味伊个诶，即个味哩，所以咱个乡亲哦，逐月二你一定爱来，你若无来吼，你会真可惜。啊，咱个土豆还做做啥？拄仔讲过吼，土豆啊，再做土豆糊来问麻糍，土豆会再滚土豆仁，即个毋是电脑建个吼，毋是像咱讲电脑，咱即卖土豆土豆仁个时阵个滚，哦，迄土豆就足香个，足好食。啊，土豆仁哦。你咪再去掺这个地卡，哦，这吃起来，哦，这精神变还好哦。而咱们高血压的人就少拜托，卖咸食啊。